好的，有请我们的排名实时第二的金靖刘胜英。根据五进二的赛制，目前还剩下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。金靖刘胜英的得票数是63票，五比是否能够超越他们呢？请公布结果。李哥这个形式还是很好，但是很难再玩出观众的预期，所以我们觉得有可能赢。其实我最不愿意跟他们两个站在个台上，不能说想赢吧，我不想输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还平票啊？这个在这个舞台上，对，这种事情好像头一次发生啊。都是63分，但是我们只能有两组人马能进到半决赛去，这一下就等于多了一个，这个是个问题。我要和我们的导演组大家一起合计一下，稍等啊。爆笑视频超多超好看的皮皮虾 APP 提醒你下节更精彩。可以可以，我也是这么想。跟我想的一样。哎呀，我现在有两个办法啊。第一呢，就是哪一组自愿退出。主动退出这种事情我们肯定是做不出来的。对，来都来了，你怎么可能主动退出？上次被淘汰了也是觉得挺不甘心的，所以说其实我想我不能退。我们不容易，你退出吧。你有没有退出去的想法？好，这是暗示给我们，那就是说退出这个事儿不可以了哈。能不能摊杀整个组合呀？最后，但是还有一个办法，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。既如此，便如此，是不是可以两家合一家的？可以。我猜对了，我猜对了。那干脆这样吧，咱们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从现在开始，吴比和刘胜英、金靖他们算是一个团队的，恭喜你们晋级了！哇，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！后面的半决赛、总决赛也是很残酷的。我觉得有比哥这样一支力量加入我们，我们就是可以走得更远。嗯，我们在一起应该是互补的，是强强联合，我觉得有可能拿冠军。